欢迎大家收睇《功夫电影制作特辑》。喺呢个节目入面，我哋会带大家深入了解功夫由创作、拍摄到完成嘅整个制作过程嘅。仲有大家好多估唔到嘅嘢可以睇添。功夫呢样嘢真系好有用噶，例如可以用嚟拍车啦、踢波啦，同埋追巴士等等。呢啲我哋以前都拍过噶啦。唔讲啊，你真系唔知。功夫原来可以滋阴壮阳、强身健体，仲可以锄强。 扶弱维护社会治安等等，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带大家进入功夫嘅世界啦！功夫呢个电影咧，就我谂咗好耐嘅，咁因为我本身对于功夫都系有好浓厚嘅兴趣，咁啊拍一出功夫片咧，好耐之前咧已经系我嘅希望嚟。 流民咁嘅人物，然之後佢經過一個奇遇，最後尾變成咗一個超級無敵嘅高人。30年代左右，就是龍蛇混雜，然後比較混亂的那種社會背景。去尋找佢嘅理想，尋找佢嘅生存生活。 佢嘅人生嘅意義，赴湯蹈火啊，心哥！咁喺呢個過程裏面，佢係除咗喺個自己嗰個武功嗰方面嘅突破之外咧，佢係突破咗佢自己嘅人生嘅歷程，包括佢嘅愛情啦，佢嘅人生觀啦，一切一切嘅嘢。 戏里边有一个意思就系人之初性本善嘅，我认为，同埋系一个勇气咯，即系喺我自己嘅内心里边，成日都即系好似一团火咁样样。好多时我哋见到一啲唔公平嘅事、唔公义嘅事，即系你系咪可以够胆企出嚟主持呢个正义咧？ 我唔够胆，我好多时都唔够胆，但系所以只能寄情于喺电影里边。虎头帮杀日猪龙城寨，呢个只系功夫嘅人物架构表啫。咁讲边个先呢？梗系讲老细先啦。嗱，名啊唔使多讲噶啦，讲讲个绝招啦，就系密七，即系开锁术。哦。 阿星呢个角色咧，佢系一个喺街边混饭吃嘅小流落。佢原本决心想喺呢个黑帮嗰度咧就闯一番名堂，但系最后咧即系命运嘅安排啦，又加上即系佢自己本身嘅嗰个质素咧，咁最后都系变成一代武林大侠。最后尾呢个人物，佢真正系明白咗乜嘢咧？即系我谂系 四个字嘅啫，我谂呢个人喺世界和平。如果我去形容咧，我会用两个字，即系曱甴。但系佢系一只啱啱冇曱甴本性嘅曱甴，其实佢一啲都唔识得生存，但佢就搞到自己好似一只曱甴咁，成日喺夹缝之中去生活。Sir，action，冇个神准，八字数。望咩啊？四眼仔，眼镜都打爆你啦！ 四眼仔，我认得你。睇嚟呢位先生对戴眼镜人士有好深嘅成见喎。冇错，尤其是系金丝眼镜。帮拖，帮拖啦！帮拖啦！帮拖啦！ 电影圈新人不断涌现，正所谓青出于蓝，一代新人性格人，睇嚟我哋都系时候发挥啦。 你都傻嘅，你估话咁易咩？求其搵个肥仔三九唔识七，又话俾个角色佢做，跟住嗰条友话似李小龙嘅，又俾个角色佢做，咁啊？你讲咩？你都要做到至得噶。都啱嘅，唔知今次星爷又有冇搵啲三九唔识七嘅人翻嚟做下主角咁咧？咁啊有喎，仲要系两个女主角添啊！咪又系嗰啲踩下招皮，拍两个镜头，又话女主角嗰啲啊嘛，我知。咁啊太肤浅啦！今次绝对系由头担正担到落尾啊！
擔到落尾，擔到落尾，聽講仲幾爽添㗎。索你索你邊度？咪就係佢咯，嚇佢。佢個名袁秋，绰号肥婆四，绝招系狮子敲啊！佢以前都索过嚟噶。哦，肥婆，你就系负责人啦，系嘛？肥婆啦，喂，虎头帮啦，虎头帮啊啦，大佬，大佬啊啦，陪汤药啊你，汤药啊啦，自己有啊仲，自己有啊。我喺入边嗰部戏个名叫肥婆四，即系好肥嘅女人，不过咧就。好好武功嘅。咁你都去支持我吧。好惡死個女人咯，好霸道嘅。係嗰個豬籠城寨嗰入邊個包租婆嚟嘅。你咪唔使錢啊！成日奄奄尖尖咁鬧佢哋。我慢咗，然之後兜尾升至向門口。你夾架，自然嚇。喺架車入邊，咁咧我就要係冇聲嘅，又唔使講嘢，只係做一個手勢啫。佢係要我模仿李小龍嗰度，我先係覺得好好辛苦，因為我又要擔住口煙咁講。唔得喎，嗰個口而家係死啦。唔係個木嚟㗎，唔係咁啊係。我而家擔住口煙。當晚我教阿秋姐木嘴教咗幾個鐘頭，點知最後係我變咗木嘴。木，唔好你哋，唔好蝦佢哋。突然間我翻公司咧，見到有位女士，咁啊擔住支煙喺某一張台度睇緊報紙，咁我覺得佢有嗰種。即係我心裏邊，即係要求嗰種氣質。同我講道理。呢一段就係《功夫》喺2003年3月嘅試鏡片段。講緊對白呢一位就係袁秋陪佢上嚟試鏡嘅袁谷啦。嚇？咁啊，袁秋咧？咪喺後邊睇緊報紙等打牌。不過星爺賞識嘅都唔係話浪得虛名嘅，你睇下袁秋穿住條牛仔褲都未熱身，隨時可以將只腳放上頭，都唔係話咁簡單。厲害厲害，你睇下你睇下，仲有乜嘢？好似喺套戲裏邊，佢功夫唔係用腳嘅喎。有包租婆，梗有包租公啦。哼，袁華綽號二叔公，絕招係太極啊，同埋打極都唔死嘅。咁勁？嗯。喂，做咩買包租買咁耐啊？響度。咁系啊嘛，嘈咁快快长龙。对唔住，对唔住，冇事。功夫入边，我角色系二叔公，最辛苦啊！我谂都系有一场装人冲凉嗰场。点解咧？因为嗰个表情真系我好少话去做嗰啲去装人冲凉嗰啲，我从未即系谂都未谂到我会去做嗰样嘢咯。所以周导演咧就。就俾咗個 idea 我，你自己去捉摸啦。又話個表情又要啊，即係試咗幾個啦，有第一個同第二個、第三個個之間嗰個。哇！冇獎問答遊戲。哇！哎呀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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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呢個係未做特技嘅毛片，做咗特技之後，我哋係會加咗啲咩落去後邊個佈景度咧？A 阿婆 ，B 女人 ，C 少女。答案系 D 木门啊！讲我未啊？仲未，我系要讲晒猪笼城寨入边嗰啲高手先啦。哼，等我杀晒佢，咪就系俾你杀晒咯。
72家房客裏邊嗰啲住客咧，其實基本上有好多都好得意，有一個孤呢嘅，有一個做孤呢孤呢強，咁有一個叫油炸鬼嘅人，係一個係做粥粉麵飯嘅老闆。咁仲有一個裁縫師傅，咁即係呢啲小人物咧，係好耐好耐，我哋好似冇睇過呢啲咁嘅 character 噶啦。祝福等有罪人家嘅嚇，有事休準定少咗去無事人攞人走，佢都人家三房，我哋做一望數人。你俾錢做咩咧嚇？我頭先都俾錢你噶啦。即係各色人都有。但呢啲人入邊之中咧，有啲係可以講係卧虎藏龍啊，有啲高手嘅。到我啦！係我嚟嘅。吓，不过我唔系叫陈国坤，卓我老之心，绝之系变态咩？绝之可以变态？变态噶！成个戏里边咧，嗰个虎头帮咧，其实系一个压力嚟嘅啫。但反而我觉得，导演咧，将嗰个虎头帮嗰个大哥咧，那个人物塑造出嚟咧，咁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即系佢唔系话一般嗰只反派咁样就。哇！一味就係殺人放火咁，咁佢除咗佢係一個反派人物之外，但係個演員本身自己又用咗一個好有趣嘅演繹方法出嚟。咁我覺得呢個虎頭幫係雖然係個故事裏邊做一個反派壓力，但係佢亦都有佢自己嗰個好人性嘅一面嘅。喺功夫裏邊咧，大佬心咧就係其實一個黑幫啦，係一個黑幫嘅虎頭幫裏邊嘅一個大哥咁。佢啊痴痴地嘅，係有問題，冇感情嘅，一個冇感情，即係我唔中意就要殺人又殺，我中意跳下舞又點，即係好自我嘅一個角色嚟嘅。就冇話俾阿拉嘅，我會有少少即係戥佢擔心，即、就、係、是、我希望佢可以即係做到嗰種味道啊。咁啊，不過當然而家梗係唔使擔心啦，因為我發覺。都是一個掂啲嘅，冇理由俾嗰啲朋友啊白白死咗啊嘛，咁冇辦法啦，逼到我哋出嚟要同嗰個虎頭幫講道理啦。啊，虎頭幫啊唔講道理，就請咗個高手嚟同我哋兩個打。高手喺邊度？咪就係佢咯，火雲邪神、功夫巨星梁小龍啊，出號宇宙第一殺手。但係十年冇拍戲噶咯，冇問題噶嗬。梁小龍師兄咧，佢喺70年代嘅時候咧，係尤其是係喺香港嘅功夫電影電視咧，就叱咤風雲得好緊要。咁當其時就係我其中一個偶像嚟嘅。咁啊，周導演咧叫我演一個咧喺世界上武功最好嘅，好到咧就冇人可以打得過我嘅。咁我覺得咧，我係無敵最寂寞咯喎。咁啊，結果咧，我係將自己關喺一個監牢裏邊。你很能打是吗？啊！一、二、三。嗱，武打巨星果然系武打巨星啊！虽然放低十年，但一 action 又翻翻嚟。冇错。因为可能好耐冇拍戏啦，我差唔多有10年啦。第一日拍戏咧紧张啦，再加上啊，哇，好多人望住我。有啲怕醜嘅感覺啊，咁啊，所以 NG 20次啊。最後出嚟嘅效果，我認為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之好。好，又講下虎頭幫嘅人啦，我嘅蠶蟲師爺田雞啊，絕招係口大聲大，真係。大佬，大咩佬啊？你有冇公德心啊？嘈亂巴閉，啲街坊唔使瞓啊？人哋聽日仲要翻工啊！田雞喺個戲裏邊就做都係做黑幫嘅其中一份子啦。咁啊，揾得田雞咧都係有喜劇效果噶，先揾佢噶啦咁樣。咁完全唔做到啦，即係難唔到佢啊呢啲嘢。到我啦！你叫阿骨咩？戲名嚟啫，真名叫肥仔聰，絕招係飛刀。
飞系小李飞刀个飞，刀系小李飞刀个刀。边个嗌你飞咁靓啫？攞景啊！大佬，你唔好扯火住，呢个我老友嚟嘅，等我同佢倾。肥仔聪就今次就做我嘅一个朋友，咁样即系都系嗰种喺我隔篱，咁喺我隔篱冇咩做嘅啫，都系不外乎俾我打下，俾我闹下。咁而肥仔聪咁多肉，咁啊完全又系呢个难唔到佢咯。哇，紧要啦！第二位女主角阿芳。真名黄圣依，绝招系靓同哑，靓咩？见仁见智啦。边个拣噶？边个答边个拣。点解会拣佢咧？都系一种感觉嚟嘅，即系你去安排一啲角色，你去选一位演员。好難就咁講話，我點解？因為佢隻眼好大，因為佢個嘴好細，咁即係你見到佢嘅演出，咁同你心目中嗰個故事裏邊嘅角色，咁你會覺得吻合，咁就係噶啦。我在这戏里的演的是一个小芳，她是一个哑巴，然后她小的时候呢被星爷救过，所以呢一直把她当作是自己的恩人。你觉得有没有难度去演这个角色？觉得？我觉得有啊，因为最早的时候，他还问过我说，你觉得想说话吗？就是这个角色，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说话有说话的好处，然后哑巴。我就说他的好处，但是我觉得相对而言就是哑巴更难演吧，因为他不说话，你很多表达的方式就不能用语言了，有可能要用，而且他又是个很内敛的，刚刚说的他性格不可能用很夸张的动作，他唯一的表达有可能就是很细微的一些表情啊，一些眼神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三 Action 把柄，请把柄在哪裡？整個時代背景是一個大的亂世，一個大亂局，混亂就給人的感覺很嘈吵，我自己覺得很難會，你會有一個人可以很靜很冷靜地去旁觀，而 不加入在這班這樣亂世的人裡面，我覺得啞這件事就可能有這個幫助。同新人合作，我一定學到嘢嚇，即係佢哋嗰種即係新鮮，同埋佢哋嗰種咁嘅獨特嘅冇經驗嘅演出咧，其實係即係成日都啟發到我。舞獎問答遊戲，呢一位就係三大高手之一油炸鬼。阿鬼哥佢因乜事黑口黑面鼓埋泡腮焗住咁咧？俾三個答案大家揀下你。A 便秘三日 ，B 吐瀉三日 ，C 係中毒三日。俾少少時間大家諗諗，又諗唔到咧，因為答案係 D。D 係咩啊？我唔知。咁邊個知咧？就呢邊再嚟啊！即係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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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馳拍功夫咧，即都唔意想，唔係意想唔到，意想得唔到啫。佢拍翻成幾廿年前粵語殘片嗰種功夫啊，真係好意想不到啊！好迷茫啊！嚇，乜嘢嚟㗎？嚇，六指琴魔乜嘢嚟㗎？啊！唉，即係當時我跟我爸爸喺粵語殘片度編排，我知道嗰啲方法，咪咪揾咪揾嗰啲嘢㗎嘛。咁點啊？呢即係呢家拍呢只好似唔係咁好睇啊！不過佢即係佢自己話，佢覺得係好睇有信心。佢想我就一定照導演嚟嘅意思嚟度啦，即係根據意思度。即係自己盡量構想啲嘢落去咯。佢先至一個喺呢邊咁樣樣啦，即係佢一路打出去嘅時候，哇！好多班。雖然袁和平導演去荷里活拍慣曬啲大製作嘅電影，但係呢一場以琴音對打嘅戲，佢話都難得到佢噃。最難到大家冇接觸咯，大家即係唔係拳腳接觸噶咯。係即係要想一樣嘢，即係凌空飛過去啊！即係用氣啊，用咩嘢你都有一樣嘢接觸咯。即係琴魔彈啲咩出嚟啊，都有用接觸嘅啫。難在呢啲構想咯。工作動作上邊嘅力啊，嗰種高難度動作啊，我幫呢啲嘅，即係我用特技，我就唔會用到好即係好天馬行空嗰種啊。喺呢部戲又唔同啦，呢部戲就真係有啲咁即係功夫之外嘅功夫啦，真係。而家一般嘅戲咧，都係主要都係用西樂噶嘛。咁最多即係如果有啲中國背景咧，都係主力係西樂底。咁咧，但係就加啲中國樂器上去咁樣。但係由於呢部戲咧，就即係幾唔同嘅。我哋會係中樂底，再加中樂上去咁樣，即係全中樂咯。呢幾首中樂咧就被喺我哋以前粵語長片嘅嗰啲武俠片裏邊咧就廣泛用過，即係用得好緊要嘅。咁但係除咗粵語長片之外咧，咁我發覺又好少有人即係認真去用過呢啲嚟到做電影音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有趣。用 live 去演就個好處其實就係個聲咯，嚇。因為你電腦做唔到噶，電腦做唔到咁嘅氣勢咁，同埋做唔到咁真實嘅聲。你覺得呢個 effect 聲做得好唔好 ？That's good。嗱，我係美國最出名噶嘛，你嚟得我度做就一定要放心啦。一路剪呢、這個
嘅時候，佢自己都有好有自己嘅主見，知道每一場戲嘅節奏係點樣掌握。周導演咧，我覺得我同佢做完之後，佢係得個諗牌嘅人，佢係最做大牌咯。佢好清晰知道自己係嗰副牌係點樣打法。三四十年代的功夫電影，即這個我認為是一個有趣的時間，因為那個時候是介乎現代和古代之間的一個交界。功夫裡面其中一個不可不提的主角就是豬龍城寨，這個也是功夫最早定到的主角。早在2003年的1月，大家已經為這個主景十分惆怅了。設計到完成啊，足足用了4个多月時間的。最後出來的效果和畫圖真的有90%相似的。是噃。就連城寨裏面很多陳設都是由中國各地搜羅回來的舊古董。好像這個史塔一樣啊。哇，那支柄就是了。你睇條毛巾幾舊？咦，呢個係咩模型嚟嘅咧？呢個你有所不知啦，呢個就係我嘅大本營啊！唔怪之我咁耐以嚟都未去過啦。不過整咁靚都冇用啦，到最後咪係炸爛曬。點解啊？劇情需要啦。成個城寨嗰個構想最初係由呢個72家房客嗰個 idea 發展出嚟噶啦。特色嘅就係好多係前鋪後居咯。現在都是很多前鋪後居的感覺，就是在日頭在那裡做事，夜晚就在那裡住，所以變成整個社區裡面那個人際關係比較親密一點。40年代的啊，比較中國南方的那種感覺，我盡量是讓色彩啦，還有甚至於服飾都是比較柔和一點的，整部戲裡面沒有很強烈的那種感覺。看到有很多人都是穿白色的衣服，很舒服，所以我就第一个印象是这样子，对中国南方有一个感觉，我就很想把这个感觉摆在这个戏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戏里面有很多比较场面稍微比较大一点点的场面，都会看到，就是类似这样子一些浅色系列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功夫传说的丹顶。其實佢應該叫做惡頂至啱。我哋而家立頭咧就用 gel、用 mousse 啊各樣嘅。以前啲人咧就用呢啲搭落個頭度嚟立頭噶啦。點解佢叫惡頂咧？皆因為洗唔甩。就係咁樣噶啦。咁我而家首先咧。就用洗頭水洗一次，合埋對眼。如果唔係啲丹頂流落隻眼度咧，合好冇合唔住。啲油基本上咧，仲有咁多洗頭水係邊度得㗎？洗丹頂計我係用番鹼，而家到我洗一次。個效果係明顯比洗頭水好咗，但依然有咁多嘢喺度。傻嘅，第咩三次啫？梗係用3倍超勁去油即威力特強嘅洗潔精啦。咁啊，你知啦喎。唔係咩啊？係。嗱，馬力啊，一個洗潔精。效果咧明顯好咗好多啦，不過已經甩咗好多頭髮啦。每朝仲有100多人陪我一齊查丹頂。丹頂有一個好處，就係可以保持48小時吹唔亂、撥唔散。大家睇下呢個實驗就知噶啦。我俾人兜頭咁撳落去，翻翻上嚟嘅時候，頭髮竟然好似喐都冇喐過咁，慳幾多梳頭時間呢？導演要求咧，呢部戲咧就白天咧，即係
日頭嘅時候咧就要大熱天，咁但係有時陰天咧就變咗唔係咁出嗰個大熱天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有隻大燈咧，就喺頭頂啊曬落嚟。喺顏色方面咧，我哋將會調校到熱天嗰種熱嘅嗰種感覺咧，就即係偏黃紅啊嗰種感覺咧。嚇，咁啊到黑夜咧夜晚嘅時候咧，我哋想做一個即係比較得意啲嘅，因為唔真實嘅一個喜劇嚟嘅，一個功夫喜劇，即係唔真實嗰種浪漫感覺咧。咁所以我哋黑夜裏邊咧有啲不同嘅顏色，例如我哋喺外景裏邊，我哋用咗綠色嘅、紫色啊。舞獎問答遊戲。呢一位係豬龍城寨斗殺隊隊長，佢半夜三更行出門口，見到啲嘢咁驚，係見到啲咩咧？我俾三個選擇大家。A 是外星人 ，B 是星星王 ，C 是周星馳。我俾少少時間大家諗一下，諗唔到咧，因為答案是 D 石頭啊。石頭嚟啫咩？石頭嚟啫嘛。唉，石頭咁樣話，你唔好講到周星馳咁恐怖啊嘛。咁對唔住啦。特技啊，今時今日嚟講，可以話係電影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喺不久嘅將來，我深信佢嘅發展會去到唔使用任何演員或者任何嘅佈景啊，都可以拍成一套戲。冇錯啦，特技呢樣嘢真係好奇妙㗎，佢可以由冇可能變成可能，由冇嘅嘢變成有嘅嘢，你話幾咁得意咧？嗱，就好似呢個景咁啊，真係唔使一碌木一粒釘都可以成個景釘出嚟，好鬼過癮㗎嘛！咩啫你？呢個景啊，袁和平導演喺嗰套咩殺人咩網絡裏邊已經用過㗎啦，關功夫咩事啫？唔關㗎。唔關？咁功夫個景喺邊啊？好似話喺嗰邊喎。嗰邊？好似喺上面喎。其實咧，呢個就係我哋功夫嘅主景啦。其實拍攝一啲咁嘅特技鏡頭，對於我同阿聰呢啲小演員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要對住空氣做戲啊嘛。咦？啲生果點賣啊？我哋淨係演嘅都唔算難啊，做特技嗰班仲難啊！今次嗰個難度係超過少林足球五倍以上。我哋計過條數啦，如果一個人做功夫套片嘅特技咧，演個人要有相當嘅經驗啦，要做10萬個小時以上，等於係35年。相信大家都不會對梁小龍先生覺得陌生嘅，因為當年佢憑住一套《陳真》奠定咗佢係功夫巨星嘅地位。時至今日，梁小龍先生經已年紀唔輕噶啦，仲要佢做翻企喺度嘅一字馬呢啲咁嘅高難度動作，的確係難咗少少嘅。難度咧就唔係話冇嘅，不過而家去咗特技又唔係咁講啦喎。實情係咁嘅啫。首先我哋現場拍的時候就拍了一個喺小龍崗遞腳遞到去腰咁嘅位置嘅 shot。喺呢個 shot 裏頭我哋亦都擺咗一啲白色嘅點啦，就係我哋做 track 下，我哋之後我哋 check 翻呢個 camera 嘅動作嘅。咁之後咧，我哋按照住嗰一啲 reference 我哋咧就喺電腦度咧起咗個小龍哥嘅下半身同埋佢嘅右腳，咁咧。就令到隻右腳是非常之近呢個機器嘅。之後咧，我哋就將個小紅哥嘅真腳咧，就喺我哋電腦裏頭咧就抹走咗，
就加咗一隻電腦腳上去啦。去到最後咧，我哋就將一兩樣嘢咧合成翻，就變咗咧呢一個小龍哥人字拖呢一個鎖啦。前面嗰架就細車嚟嘅，呢架就大車嚟嘅。有個細車駁住我咧，我就一抽頭出去咧，就點知有架大車嚟緊，咁就冇路行啦，就唯有喺車底過。咁皮和社咧就喺呢邊嘅細車嘅車面嗰度過，咁然之後禮手皮和社就係、是。下一個就是炒咗唔知拍。時日精選，今日係要拍18個特技鏡頭㗎。所以話大製作即係大製作啊！我哋將成個廠包起嚟，仲油曬藍色添。點子啊？你睇下星爺嗰對腳，哈哈，一樣都係藍絲襪。仲有推車嗰啲人都係男人一個。其實呢場戲咁藍，又喺度轉嚟轉去，究竟拍乜嘢呢？大家好想知道，買飛入場睇咯！特技呢家嘢真係好得意嘅，可以由冇嘢變做有嘢，由死物咧變咗做生物。嗱，你睇呢個咁嘅交通燈，陣間自己曉喐嚟喐去，係咩？大聽講呢場戲係阿星爺信咗咗你呢個肥仔嚇，搞到身受劇毒，匿埋喺度排毒喎。排毒啫，咁我交通燈做咩喐得㗎？我點知啫？所以基本上我哋就是要將一個交通燈的環境就加一些如來神掌的掌印落去。首先我們就拍了一個罐的 shot， 我們就拿走了真的交通燈，我用了上面的質感去製造了一個立體電腦的交通燈出來。譬如在這裡我們看到那個罐裡頭，其實我們原本已經放了一些掌印的我哋叫嘅 model 入去啦。咁首先我哋咧就將呢個 model 咧未喺個罐度咧突出嚟。咁當個罐一路轉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慢慢咧將呢啲手掌印咧就 animate 出嚟，就令到佢咧有一個好似俾人喺裏頭打出嚟，令到個罐有一個變化嘅效果啦。咁啊，講翻話特技咧，你話如果應用喺一啲好見慣見熟嘅場面度，冇乜意思噶啦。我哋都係想挑戰一啲未曾去過的一啲境界嘅。阿星爺嘅想像力啊，佢嘅智慧啊，咁的確係好令我哋佩服嘅。導演，希望你如果下部再開戲咧，就拍快啲，唔好拍得咁慢。佢睇唔睇到噶？係唔關佢事嘅。嚇，你自己睇嘅咋？你自己睇嘅啫嘛，我哋唔出街啊嘛，唔錯。喂，大佬做完嘢，咁啊話嗱，你改呢度，你改呢度，你改呢段，改呢段咁樣啦，好易啫嚇，啊，聽朝我過嚟嘅咯喎，哦就係咁噶啦，即係佢翻屋企瞓咁樣，我你啊繼續喺度，唔使瞓啦。阿周生，下次真係要加錢，最好變，我覺得周星馳就因為成日乜嘢都變，呢樣嘢就唔變。咁所以最好連呢樣都變埋就好啦。不過越離譜越好嘅，我覺得，即係唔離譜咧就冇新意㗎啦，真係。即係你如果下照實證咁諗咧，可能未必有咁新意㗎嘛。如果有時天馬行有天馬行嘅好處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有新嘅 idea， 咁啊當然最好盡早話俾我聽咯。唔好再改周生得唔得？俾我翻屋企啊！周生真係估你唔到啊！導演，其實啲特技咧。我就覺得差不多，不如脆脆地收貨啦。周生好勤力咯，記得受影起飛啦。四眼仔冇罪嘅，反正你啲腹肌幾靚啦 ，OK 嘅。好攰啊，導演，對我哋不薄啊。功夫好睇，周生等緊你下一步。只要佢自己開心，做一件佢自己開心嘅嘢，佢最緊要係要做一件咁嘅事。如果佢做緊一件事係為全世界為乜嘢？為乜嘢去做咧？好辛苦啊！我要殺人！你真係去殺人？使乜講啊？我先殺曬啲四眼仔，再殺埋城寨嘅皮婆同埋街坊。街坊豬龍城寨嘅人民擊退過好多強敵。打敗過無數兇殘殺手，不過而家面對最大的挑戰，沙煲咁大嘅拳頭啊，見過未啊？
唔好俾我出手啦！我掂起上嚟自己都惊啊！系，咁出手啦！点啊？冇嘢啊佢！周星驰全新动作喜剧，周星驰作品《中间人》，吴仪做。